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齐天，齐总，从上海回来的老板，我朋友，齐总，西雅，我妹妹你见过了。西雅，你好。你好。隆重介绍啊，这位是庞小琴，我女朋友。哦，庞小琴，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，我叫红梅，我是他们两个的好姐妹。红梅，你好呀。西雅，齐总今天过来特意请咱们一块吃个饭。 去啊去啊，你可别笑死啊！哎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的失误。我现在正式邀请二位，庞小琴、红梅一起参加我们的聚会。对对，一块去。谢谢齐老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想去。别呀，齐总今天可是特意请咱们吃饭的，你怎么也得给个面子是不是？还有你哥呢啊，你不给你哥个面子呀？行了，走了走了走，上车上车上车，快上车了。 经过这几天的反复测试和论证，我觉得吧，没问题了。所以，今天大家都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正式开始实验。好，好。来，小琴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看。 我的容器，西餐厅啊，对对对，到，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这种地方吃饭啊。走走走，马上走。哎，红梅坐。哎，好嘞。小琴，西雅，坐。怎么样？还行吧？这地儿，挺好的。 你好，齐先生。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。哎，停车停车！哎，停车，快停车！快！怎么了？想吐啊？吐什么呀？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小金西雅跟红梅吗？旁边好像徐金华吧？徐金华，他回来了。这三个分别给三位女士，我们两个要这个。好的。 那您这次需要什么红酒呢？波尔多红葡萄酒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谢谢。哎，我还是第一次来吃西餐呢。以后让小哈子吃你来。他，我吃一次他不得哭啊？怎么还有个男的？哎，那男的谁啊？你们看，走去看看去。算了，还是回去吧。哎，回什么呀？这就是缘分呢，刘子哥。你看红梅还在那呢，咱们一起去看看吧。 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那要不然你再车上待着，胖子，拿走。小琴，你要是喜欢吃，以后咱们经常来。哦，不用，我吃不惯。哎呀，多吃几次有习惯了嘛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失误。刚才啊，没有询问大家想吃什么。夏，还吃得习惯吗？吃得习惯，来过好几次了。 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云辉一起来的呀。没事没事。红梅，小珍西雅，小哈子，你看，我说是他们吧。新华还真是你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刚才我们在那边看到，感觉像你们，我们就过来了。怎么的？你家店开的店呢？不能在这吃饭呢？哎呦，不是那意思，失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这谁啊？ 哦，这位是，你好，我是新华的朋友齐天。对，服务员，拿菜单。咱们在这吃饭呢。在这吃啊。不是溜达还在里边呢。先生您好，把你家最贵的菜单给我点一份上来。啊，我们大学同学。先生，我们这儿这样没法点。你们在你家吃饭这么磨叽呢？没法点，有什么点不了的？ 叫过来一起吃吧，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，一模一样。是，没事。二位先生，既然大家都是朋友，不如坐过来一起吃吧。既然大家都是朋友，那就坐过来一起吃吧。啊，西雅、红梅、小琴。
来来来来，干什么呀？都来吃饭了，别出事儿。不是，我叫他们来吃饭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咋来了？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？夏夏是我妹妹，小琴是我女朋友，当然跟我有关系了。错，西雅是我兄弟的女朋友，小琴还不是你的女朋友。这钱，要不然你做我女朋友吧，你跟他的白瞎。你瞎说什么呀？程十一，你闹够没有？西雅，刘子是真的爱你，他其实就是……你别在这跟我瞎胡闹啊！疯了。 我就胡闹了，怎么了？程先生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嘛。你把嘴给我闭上！你算哪根葱啊你？你个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啊！你做我兄弟，你们旁边磨磨唧唧干什么？哎，你要瞎说什么？什么叫兄弟？哎，别打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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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没事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没事。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没事。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没事。没事。不是西亚，你这话说的，你跟溜达他不是？你问他，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溜达，说话呀。 没关系，耿云辉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们都听到了，我跟他没关系。耿云辉，今往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 老死不相往来，耿一辉，你真让人失望。都走吧。哎，红梅，我一会儿送你啊。用不着，你好好跟他混啊，我看你啥时候跟我提分手。别！说这一段一段的，哎，弄腾这一天。真哥，回家吧，以后我的事情你别掺和了。哎呦，哎呀，疼！哎，听听，听听。这西雅和耿云辉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干嘛呀？还没弄完呢。马上，马上啊！ 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耿溜子呀，就是从小跟我们在一院长大，一直喜欢我妹妹，追求我妹妹。啊！但是啊，耿溜子跟我妹现在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赶快回来抹药。哎哎哎！对，我这一件，要不要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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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，来我来洗牌，我来洗牌。哎，明天要上班呢，我们呢就先撤了啊。哎哎，急什么呀？ 在车间调试参数呢，明天没什么事儿。慢酒了，肚子饿了。等着啊，过来帮忙。哎呀，准备好了，来拿杯子。花生，先对付着。嘿，可说好了，再玩一会儿。歇歇歇，歇一会儿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来洗牌啊！现在赶紧的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你该倒酒倒酒啊。来。 啊，你的话，你的话。是西雅姐的，哎，西雅姐，你快过来看看，我水给你送点束花，快来。还能有谁？肯定是看桑塔纳的帅哥呗。西雅姐真的是好有福气啊，谁给她送这么大朵？ 给你了，你不要了。啥情况啊？咋就不要了？
迪迦。没问题了。孙叔，嗯。去联络看看吧。好，走吧。顶上都安排人了吧？都有，都有。各个岗位现在安排的都稳稳当当的。哦，挺好的。啊，认真的再看看，好好检查检查。有他们呢。姐，好点了吗？没事，走吧。拉皮组一定要控制好了。一会儿我们下去看看拉皮去。哎，老田，哎，哈哈，怎么样？钢水的情况怎么样？目前啊，这路钢水情况比较稳定。哦，我们正准备开胶呢。哦。好，老田，这儿就交给你了，啊，多上点心啊，注意安全啊，放心吧，主任。好，我们到出钢坯的地方看看，啊，行了，忙吧。你好，哎，耿云辉，又来了。找你爸？对啊，去吧。谢了啊。但愿了。一切顺利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危险！快跑！出事了！快！钢厂那边发生爆炸了，你们快去救人呐！爆炸了！救人啊！哪有人？回来！哎，大哥，快走！快快走！快！快啊！往这边冲去！来人啊！救人啊！快快快！不是他们！快！别走！哎，小心！后面还有！快走！快，都往外走！坚持住！还有没有人？坚持住！坚持住！小心慢一点，往这边跑！哎，出来了！坚持住！快快快，接一下，接一下！快快快！来，你去那边！来，小心！这还有人吗？好了，出来了！里面还有人吗？应该没有了。怎么回事？厂里发生爆炸，出事了！你来干什么？
下还大腿疼疼不少，半天没找着。群星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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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星啊，星啊，云辉，星啊，星啊，夕阳，夕阳，啊，夕阳，群夕阳，夕阳，云辉，云辉，群夕阳，云辉。星阳，星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了爆炸。张师傅，伤员都救出来了吗？赵宝才伤势严重，已经送医院了。徐科长，啊，西雅还在里头呢，但是您别担心，溜子已经去救他了。西雅，哎，徐科长，别去，里边很危险，西雅在里头呢，我儿子也在里头呢。葛玉栋，西雅要是有三长两短，我俩你吃饭。哎呀，别吵吵。消防员应该也能找到他们，放心吧。就是啊，相信他们，应该没事的。等等吧，一定没事。哎，好像有人出来了，有人出来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太好了！刘子哥，夕阳，救出来了，救出来了，全都出来了。刘子哥，夕阳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别出来了，夕阳就是被烟呛晕了，没事，赶紧送救护车。来来来，小心点，快，慢点，小心点，小心，小心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好，快走，来走，走，来，来，小心，好，好，走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话呀！哟，徐科长，吴厂长，哎，马主席您到了，哎，到了。江厂长和于书记呢？已经通知了，正在来的路上呢。老耿，这怎么会发生爆炸事故呢？啊？你说话呀你！我正在想，很有可能是钢水通过结晶器在拉坯的过程当中，钢壳断裂了，钢水和冷却水接触，这才发生了大爆炸。钢壳破裂，是不是设备故障造成的？怎么可能呢？前段时间所有的生产设备刚刚检修过，这也许是我的责任呢。我调整了钢水的合金配比和设备参数，不是，还有什么？你这不是胡闹吗？你，张卫东，真是你脑子是不是进钢水了？你钢筋强啊？那技术参数是随便能改的吗？厂里一再强调，这个试验不能做。你倒好，拉展师傅偷偷去做。哎，当初我反对你，你还说我对你有意见。现在怎么样？你真是大炮，你这炮放的可真响，差点把车间给炸了天。技术参数没有问题，我是认真考验，沈师傅审核过的。我倒是，你别说了，你别着急的把自己摘得干净去，啊，跟你没关系，能没关系吗？我身在科长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责任我来负，你负得起吗？
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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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样了，你还笑什么？还疼。吴厂长，马主席。哎，耿主任，请跟我们回保卫科协助调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事故调查清楚了吗？这事我爸责任吗？我爸搞破坏了吗？这就是一起安全事故，您保卫科凭什么抓人？吴厂长，我们老耿是什么人，你是最清楚的了。他怎么可能搞破坏呀？是，嫂子，你别着急啊。耿云辉，你也冷静点。老耿啊，这是保卫科的正常工作。我理解，我理解。 这事情都会调查清楚的啊！事情现在不已经很清楚了吗？我爸就是做了一个实验，是胃肠里好。你们凭什么怀疑是我爸搞破坏呢？刘子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跟他们去。爸，你不能去，去了什么都说不清楚了。厂里领导都在这儿，有什么话在这儿把话说清楚。对，严科长，你们保卫科的工作程序我知道了。嗯，我跟你们去。爸，你不能去。 刘子，照顾好你妈。啊，老耿，耿主任，不是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出来了。小飞，小飞，你们这是来干什么呀？都认识我们家小飞是吧？我是他娘，赵宝强的老婆罗凤芝。我爸现在在江刚医院里抢救呢。大夫可都说了，我们家老赵全身大面积烫伤。 眼睛都保不住了，还有可能有什么器官衰竭的危险。他现在出了这事儿，以后都不能去厂里上班了。我们真的不知道老赵也受伤了。我们家老耿这一出事儿吧，我都没了主心骨，也乱了方寸，应该去医院看望老赵的。我们不要你们去看。那你们是来我们家干什么呀？我们来这儿为了什么？你们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像这样的工伤，厂里都有补偿的。我知道，可是那点补偿能干什么用啊？对呀，能干什么？你们这种双职工家庭，倒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在厂里头上班挣钱，我们这种半边户呢，男人丢了江刚的工作，我们一家子往后都没指望了。老赵后半辈子都下不了地，小飞又没个工作，我一个扫大街的，没了老赵的工资。 就靠那点救济金，和补助，你让我们，我呢，以后脱个残废人，今后怎么过活？你们先别着急，有什么事情咱们可以好商量的。那咱们就把话说明白了，受伤的可不止老赵一个人。今天好几个家属都来了。如果真的是我们家老耿的责任，我们一定好好的赔偿大家，我们一定力所能及的补偿大家，行吗？怎么补偿啊？怎么补偿？对，怎么补偿？ 小飞，阿姨，如果是我爸的责任，我一定负责到底，让你们满意。
赵师傅的眼睛彻底失明了，就算保住性命，以后也不可能继续工作了。哎呀，不是这赵师傅怎么就伤得这么重呢？我认为这个事情不可能是我爸造成的。我也这么认为的。刘子，你先别担心了，说不定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就没事了呢。要不是你爸的责任，他们也没有理由让你家赔偿啊。对啊。 那如果不是耿叔叔责任，就不用赔了呗。应该是这样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不是他责任啊？你怎么就知道是他责任呢？徐熙雅，你分析问题能不能客观一点？我不能客观，就我的是溜子，又不是你。哎呀，你们俩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爸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了？查清楚了吗？行行行，回来了。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好好好，坐着。吃个梨吧。行了，行了。 爸，怎么样了？哎，这保卫科正在调查呢，哪那么快有结果呀？那什么，那耿卫东到底有没有责任啊？当然有责任啊，而且是主要责任。看见了吗？你不是说保卫科没出结果？现在保卫科他们正在调查这次事故是什么性质，看是不是有人蓄意在搞破坏。可是耿卫东都承认了，就是他的责任。 就是他带着詹师傅他们几个私自改了技术参数，所以才造成这么大事故。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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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下坏事儿了，这得吃不了兜着走。这真要是耿卫东的责任，那他们家可怎么办呀？爸，能不能帮帮耿叔？你以为我不想帮他啊？啊，是，之前我们是经常针对一块争吵。 可是那都是为了工作，为了江刚，对事不对人，我也不想看到我师兄变成现在这样。哎，我之前就给他说过，这个事情绝对不能搞。哎，常常说了好几次，他不听啊。来，小心。我俩老赵这啥样了？全身上下一块好的地方都没有，眼睛都瞎了。我儿子还在医院里躺着嘞，全家都指着他养家。你们是住红房子，我们这种半边户，家里顶梁柱都塌了，要我们怎么活呀？我们对不起宝田，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。 自从上次你们来过我们家以后，我就把这15000块钱，我已经把我们家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。喂，喂。 陈哥，刘子，哎，我这昨天刚回来，你电话就过来了，怎么着？陈哥，我这个家里出了点事，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就是家里急用钱。没问题啊，你要多少钱？10万吧。多少？要是你有困难，那就算了。 没问题，嗯，你这样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筹筹钱。你那边急吗？就是有点急。你这样，我筹够钱了，我就给你送过去啊。好，那就谢了，陈哥。先这样。 不是到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啊？刘子，刘子哥，刘子，来这儿干嘛呀？我们找你半天，累死我了。哎，没事吧，刘子哥？来。
这里是1200块钱，你先拿着。本来是我爸我妈给我邮过来，让我娶媳妇用的，但是一时半会儿我跟红梅还用不上，你就先拿着应急吧，啊。这钱我不能要。哎，我什么意思啊？你嫌少啊？不是，那你就拿着嘛，苍蝇也是肉啊。刘子。 我这是1500，虽然说我在单位工作好几年了啊，但是每个月也要补贴家用，你们知道的，所以我就存了这么多，你别嫌少，但是你不拿着我会生气的。哎，刘子刚看见了吗？这价都能拿出来了啊！说什么呢？回头让红梅收拾你。 感动什么呀？我们又不是不让你还，是吧，哈子？对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这钱的利息一分少不了啊。好，以后我都加倍奉还。嗯。爸。 行了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我亲闺女啊！不是，你可不是我往外拐呢，你。不是耿叔跟你那么多年的交情，你就不能帮帮他吗？眼看着他们家这样吗？谁说我不帮忙了？哎，可是你一开口就狮子大开口，四五万块，我到哪儿去给拿那么多钱？让我抢银行去啊？哎呀，就是啊，西雅，你不能为了友情把咱家给坑了呀。 那咱们家有多少钱？咱们家呀？怎么了？行了，西雅，咱家有多少钱这事儿，你能问咱爸吗？那得问咱妈，是吗？啊，咱家那钱，你爸刚给存上死期。 我不管啊，于情于理，咱们家都得帮这个忙。爸，你们问你妈吧。妈，咱们家到底能拿多少钱？来，喝一个，来，干干干。 咱不废话，我找你们是有事儿。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。我需要用钱。说吧，要多少？10万。大哥，没开玩笑。你不会摊上什么事儿吧？不是，我要摊到什么事儿，我需要找你们吗？是我一个需要用钱。 你甭废话，你赶紧帮我凑凑，快点！不是，你这欠的也太……800，我们还能凑凑。这10万，你要不问问你爸去？啊？我爸那有钱，我还用找你们呢？他把钱全投在建设厂子上了。你赶紧的，赶紧帮我凑凑。不是大哥，10万块钱呢？ 就哥几个给你平均摊了也得3万多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？是，我们什么情况？你最清楚了。你们几个啊，喝酒、跳舞、谈对象，都有钱，对吗？3万多，我们哪有那么多？怎么我一求到你们都怂了？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哥，你可别生气啊，我们几个可不像你家，真拿不出来那么多。 来来，翻翻，人凑多少先凑多少。来，大哥，我的。今儿刚领的。来，哥几个喝一个。喝。
这钱，你拿着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可不行，我们不能收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钱虽然不多，但是也能救救急。拿着拿着，快拿着吧。谢谢季主任了。不用客气。哎，这个老耿现在怎么样了？他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例行调查。你放心，我跟武厂长会给厂里打个招呼，会好好照顾他的。真是谢谢您了。 不用客气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好，王姐，给你们带了点水果啊，来，往这儿。哎，来了，小刚。哎，王哥，给你们带点水果，还得吃的。 各位工友、各位家属，我是耿卫东的儿子耿云辉，你们也知道，虽然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，但是你们放心，如果是我们家的责任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大侄子，这点小伤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我就是想不明白了，那么多技术员计算好的事情，按理来说不应该出事啊。 那你们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呢？钢壳裂了，导致钢丝泄漏，还能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当时监看的仪表器一切都正常啊。是不是结晶器里内冷却出问题了？严科长，耿主任的事儿调查的怎么样了？ 目前还在调查中，有了结果，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厂里汇报。那能不能考虑让他先回家呢？耿主任的父亲是咱们江钢的第一代建设者，而且他本人从60年进厂到今天，工作一直是兢兢业业。是啊，他参加过07工程，还有很多重大的建设项目。哎，像这样的同志，怎么可能搞不坏嘛？ 厂长，耿主任的为人，我们怎么可能不了解呢？大案，在这里也是按制度办事。那能不能不要难为他呀？这个局科长放心，都是正规的调查流程。虽然这个事情传出去不好听，但是调查清楚对耿主任也是负责，也省得有流言蜚语。那辛苦你了，严科长。哎，鲲鹏，听说炼钢厂那边的事故挺严重的。是啊。 伤了好几个人，总公司非常重视，准备派遣事故调查组进驻调查了。我认为耿卫东都是为了厂子的发展着想。哼，就他一个人为厂里的发展着想啊？厂里有厂里的发展规划，他这么一闹，人员受伤，设备停产，造成多大的损失，你都不知道。那么多受伤的家属都闹到门口去了。你说这耿卫东？ 他是你爸的大徒弟，跟你呢也是几十年的师兄弟了。这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得帮帮他呀？帮是肯定得帮啊。那帮多少呢？帮多少我哪知道？家里钱都是你管的。数额还不得你定。你这样，你打听打听，镇江跟武金刚他们拿多少，我们就拿多少，不就完了吗？好，那行。 怎么了？哎，你过来过来。干嘛呀？神神秘秘的，有什么事儿啊？非得来这儿说？怕爸妈知道啊？哥，啊？你们能管7天借10万块钱？多少？10万。你知道10万块钱是多少钱吗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就溜子。 我说，你是不是脑袋瓜进水了？你凭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人家齐天跟咱们家不沾亲不带故的，凭什么借咱10万块钱？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跟着想什么办法？咱们家不都尽力了吗？你也不想想溜子怎么对你的？我乐意。你乐意，我不乐意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搞不好，你把咱家都给坑进去。你去不去？我不去。去不去？
我去不了，要去你自己去。赶快睡觉。现在既然事故的鉴定结果都出来了，你们是不是更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？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出来了，你们现在就是想让我凑，我这多一分我都凑不出来了。阿姨，阿姨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你们再给我几年时间去打工挣钱。写进单词里，以会心一横的方式跌宕多年，但理想的夏天雨中奔跑，以你为梦，为梦的少年，把别离的约锁进成长里面，以爱的名望我眼，在重逢的季节撑着雨伞，满身疲惫的伤，怎么可以输给你那个？